What's she doing now?我说实话，陆兄弟。就只上一课，绝对的自信，没有自信玩不了一点这个游戏。待着，你妈屌打的公屏啊，对的，在乙神嘛。我说句实话，我直接停车就要弄你们，你在车上。完了，他听到我了。